谢谢你啊，不用了。换做是任何一个人，我都会这么做。我请你吃个饭吧。不了。想跟你表达我的谢意，还是请你吃个饭吧。哎，七号两瓶啤酒。 来来来，来点。喂，我说的请你吃饭，没要请你吃这个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不喜欢陆家嘴那一套，非要什么人均一千，我就喜欢吃这个。老谭，哎，小佟，下的雨还过来啊？又来十个串，好嘞，老样是吧？行，得嘞，请坐，请坐。 哎，那个四瓶啤酒啊，好嘞，冰镇的，啊，对，冰镇的，啊，两个冰镇，两个常温 ，OK， 好嘞，谢谢你啊，你今天晚上已经跟我说过很多次谢谢了，不需要谢我，好。 我简一点，你爱听的说吧。今天你救了我，咱们算是扯平了，互不相欠。但是，我必须要说一点，我所有对商业的判断，包括对你项目的判断，我从来不掺和一点私人的感情。你不信吗？我只是想跟你说清楚一点，不管你怎么看待我童宇这个人。 我觉得你看起来跟平时很不一样。你呢？今天你遇到了危险，我会去救你、抱着你。其实这一切都是我的本分。我看到了一个下雨的夜晚。到你了。我今天。 走上马路的那一刹那，是我脑海中反复出现很多次的画面。你知道吗？那种感觉，它是一种超过现实，跟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关系，就是那种幸福的瞬间。你抱我的那一刻。 我记得离那个瞬间特别近。下雨的夜晚，冷酷的铁，还有飘散在空中的发丝，一缕缕的。看来你把关的瞬间都无比的灰暗。 都一样。咱们俩认识那么长时间了，好像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过真正的彼此。下雨天，我们总是带着伞，对吗？但是下雨的夜晚，不是永远都有人会撑伞。 只是你今天没有带伞，都一样啊。我很幸运啊，今天被你拉了回来。但是不会每一天都这么幸运。
你好好珍惜吧。对了，我们加个微信吧。就算是普通同事，也应该有个微信吧。我找你。好了。谢谢你。晚安。当我第一次在三亚看到你的时候，我真的以为你是一个大色狼。你无理傲慢，上了我的床，还毫不知错。我们机缘巧合成了同事，但你却对我的判断不认可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抢我的茶杯，拽我的衣服，背后议论我，还说我不懂技术，简直是个不可理喻的自大狂。但是直到今天晚上，我似乎看到了真正的你，你有难以诉说的回忆。我真的搞不懂，你到底是个怎样的男人。当我第一次在三亚看到你的时候，我真的以为你是个碰瓷女。你阴险狡诈，不讲道理，还勒索我。可是你竟然成为了我的同事，抢我的办公室，泼我茶水，还把在三亚发生的故事发到了网上。这些我都忍了。可是你竟然想要动我的项目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项目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你简直就是现实冷血的拜金女。但是直到今天晚上，我却看到了你在雨夜里流露出的那份柔弱。你有你脆弱如织的过去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人。今晚你紧紧抱着我的那个瞬间，我觉得有一种消失许久的安全感。你的手就宛如我的父亲一样。今晚你在我怀中的那一刻，那个消失了许久的心跳再次出现。我只想用力地抱住你，保护你，不让你离去。真好。